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 UIM 240系列驱动器。240系列驱动器为脉冲方向控制型驱动器。首先是240系列产品的排号。240系列产品的 SN 编码。四芯黑色端子为电机的接口。控制端口。以及正面的拨码开关和反面的拨码开关，用来调节细分及开启电流减半功能。连接240系列产品需要用到万用表、240系列驱动器、两相不紧电机以及信号发生器或者脉冲发生器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240系列产品如何接线。第一步，将240产品与电机进行连接。与电机连接时，需注意电机的 AB 项不能连接在一起，如果接在一起，会造成驱动器的永久损坏。首先使用万用表进行检测，将万用表打在风鸣档，此时万用表表笔接触，万用表会有啸叫声。使用表笔与任意两根线相连，如果万用表没有发生啸叫，表示它们不为同向。相反，如果万用表发生啸叫，则表示两线为同向，并且数值上会显示相电阻，大概为几欧姆到十几欧姆之间。通过测试，确定了红线和蓝线为同一向。将红色线接入驱动器的一号端口，将蓝色线接入驱动器的二号端口，将黑色线接入驱动器的三号接口，将绿色线接入驱动器的四号端口，均用螺丝刀进行拧紧，这样就完成了驱动器与电机的连接。第二步，驱动器的连接，首先接入电源线、电源正、电源负。这边是5伏的 VCC， 然后依次接入方向、脉冲以及使能。在这里将使能信号和方向信号连接到两个按键，按键摁下，此端口接地。第三步，接入电源，将电源正接入到电源的正极，电源的负接入电源的负极，正负极不能接反，接反会造成驱动器烧毁。第四步，连接脉冲发生器，将5伏 VCC 接入，以及脉冲信号接入，这样就完成了240驱动器的连接。打开电源，因为信号发生器已经提供了 1K 的脉冲频率，可以看到电机已经转动。摁下电机的使能和脱机按钮，电机不再运转。摁下方向按钮，电机运转方向发生变化。增大脉冲频率，电机的速度逐渐加快。减少频率，电机的速度减慢。UIM 240系列的产品为脉冲方向控制，无程序控制，驱动器本身无闭环功能。我们的240系列产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